哦，山珍海味其实对我们不是一件好事，对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件好事。啊，不要吃得太好，也不要吃得太饱。哦，我们吃七分饱就好，多吃一些实际的东西，比如说蔬菜呀、肉类呀，哦，一些东西，然后也尽量不要跌，最好不要跌倒，哦，然后就是我们的冲凉房，我们地上都要抹干净，哦，不要有潮湿，那么我们就尽能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发生，或者导致有人会受伤啊，或者是可能有生命的危险。The papa.